十技能高连，八技能超级合纵小熊彤彤，卧槽，永不磨损珍宝，卧槽，永不磨损野兽之力加珍宝，愤怒加不磨，你走的是特技风格，永不磨损立体双加十三段碎星诀，特技破血狂攻，应该买个永不磨损破碎鞋，永不磨损破碎鞋啊，不是破血鞋，建议买130的，130跟你这两个装备比较搭。哎呦我去，我去，这无暴几率，我看一下，变身了吗？给你变个身，哥啥家庭啊？啊，你点的不是百分百无暴经脉，来，我来看看你的流派，已经全身不磨了 ，OK 了，这个灵是真的套到位了，这灵是耳饰的话，大概是25000。戒指的话大概是20000加10000，3000。你耳饰多少钱买的？这一套零是50000多了。这大哥不会刷无机啊，你是超级战役经脉加15%的伤害。戒指多少钱买的？耳饰25000，戒指30000出头啊。耳朵23000，你是没打星辉是吧？13000。你说的都是没有星辉的价格对吧？超级战役差不多啊，那挺正常。战役加伤害，本方所有玩家造成的物理伤害提升4%。队伍里只有凌波城弟子额外忽略对面防御。战役小于30造成的伤害提升6%，战役大于40所受的伤害。战役低加伤害，战役高的话抗性高，加300点伤害。使用断焰式和惊涛怒击倒单位后，下一次提升15%。然后的话有超级战役啊，超级战役的话是20%几率获得。老王这个号比你啊，比你号厉害，你玩个嘚儿呢，兄弟你不能这么比啊。那有人比你长得帅，那你活个嘚儿呢？有人比你有个钱，那你花个嘚儿呢？你这个思路就不对了啊！别人比你玩的好了，你就不能玩了吗？对不对？这就是我未来的样子